莎士曼、徐伟宁、林丽、曼迪露以及张静等今日受邀出席在香港上水广场举行的金玉良缘 Catwalk Show， 并担任模特，纷纷穿上颇具民族特色的名品旗袍走上 T 型台，众女各具风姿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好，唔该晒，佘小姐。好，喺呢度拉翻嚟晒咁多位朋友咧，今日为我哋展示唔同嘅首饰嘅。咁啊，呢个时间咧，我哋把时间倾下偈啦，好嘛？唔同嘅意思噶，等我咧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自然能够金玉满堂啦。至于喺高小姐手上面嘅呢一个玉容风雅，上水广场呢度汇聚咗唔同嘅时尚品牌，咁仲有好多美容护理嘅商户，咁之所以咧有玉容风雅之称。最后喺我身边啊 ，Carrie。席间，主办方特别请了一位算命师傅。与众不同的是，这位大师在算命的同时，更是一位驯鸟高手，别出心裁地采用鸟儿随机抽签的方式，为各位美女测算新年的运气。鸟儿笨拙的动作将众女逗得十分开心。好，系啦，明春 ，Hello， 你好吗？咦 ，Hello。佢諗緊，係啦。諗到啦，差唔多。佢我見到啲頭零零啊，應該諗到啦。諗下係咪呢張先？咦，係啦，睇定咗。OK， 好，唔該曬領獎嘅。好 ，thank you。阿奢听到自己财运极佳，心情大悦，但他表示今年的日程已经安排到了九月份，可说是密密麻麻。为了更好的应付工作，自己一定要当心身体的健康才行。刚才那个师傅说我今年财运很好，我听起来也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希望他说的是真的。想起来都开心了。那接起来的工作是很忙，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安排到九月份，所以我今年要注意身体，我觉得。